黄金丸，你是不是偷吃我辣条？没有呀，辣条是什么呀？来搬，来搬！一听到我知道他就是何聪美，赶快去交给妈。我到这里还剩两分钟。今天前面光明水果店有活动，买一送一哦。Yes， 光明水果店今天不是倒闭了吗？作为一名爱吃辣条的人，这个难道吃多了辣条，难道我就不会自己做吗？人可以说做黄金丸上线，春眠不觉晓。啊、妈，竟然是凉的，遥控器位置也没变。数量没少。